家早上好，我现在在西澳的一个海港城市 Fremantle。 今天我打算骑着自行车去探索这座城市。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带的摄影装备吧，非常小巧的理光 GR3 和 GoPro 10。 在欧洲骑行必须戴着头盔，头盔戴好了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首先，先漫无目的的骑一会儿吧。是有点害怕和汽车在一个道上行驶，所以先在人行道上骑一会儿。不觉回到了同一条街，看来我们需要停下来看一下地图。这回在这里右拐，和我一起边骑行边拍照吧。非常漂亮的公园，把车停在这里，拍了几张照片。然后补一下防晒，我们接着前进吧。
馆，它在一棵大树底下，还蛮漂亮的。我点了杯冰拿铁，也在树荫底下休息一会儿。我的朋友帮我记录了一些第三视角的影像。对于这个小镇来说，今天也许是无比平凡的一天，可它除了灿烂的阳光，还有温柔的海风，还有我的存在。对于我来说，通过这次骑行，我带走了属于这个城市的美好回忆。